坏情爱手法，愚蠢之极。阻你们再续前缘才是对你们好，不必谢我。罗峰阁阁主雪千寻，冷面无情。这个小妖擅闯阁主的房中，杀了！公子，殿下，阁主，你饶我一命吧！擅闯你房间，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。但我不是要来偷什么机关秘密，我只是想来拿一下，来借一下。你这么奇葩，反正你也不用管。把你这小妖做我百年的婢女。这小妖哪里会做婢女啊？走。这是狐仙送我的真丝手帕。三天，三天不许你用膳。哎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真是天底下最无情的阁主。这是不会吧？